没有生机。嗯，有人要上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控制感不见。不用卡一把哦，没有。好了，去。OK。哎、欸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楼下的房间呢、欸，好酷、喔。冷梅的房间要大延伸吗？冷梅要延伸吗？延伸延伸。难道这一集就一直玩电梯吗？你们给我玩到坏掉，我就叫你们给我。我说真的，坏掉了，整张地图就不能玩了。整张地图没有整张地图吧？只是那个地方打不到。就那一块，那一块会有 bug。有没有先备份起来？不要。我就看谁玩坏。我想到没说的那个秘密通道，我就傻眼。我就看谁玩坏，就要给我想办法弄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。哎、欸，人没走下去的。我木头拿太少了。你打的你那边你手上拿剑，但我没看到。嗯哼。那你就知道说 Opus 被发现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为什么小白要再多盖这一区？不知道，好玩。OK， 好了，冷梅的秘密小窝窝已经不是大家，已经不是秘密了，已经不是秘密了。冷梅你死定了，我要跟你收房租，我要收你房租。收了一短头，收了房租，一天一个龙蛋，这收费有点贵，小贵哦。可是我觉得冷梅他运气不错，打第一次龙就有掉龙蛋了，真的、哦。对啊，他不是有那只龙，就是他打的。哎，谁放屁？我听到，真的有人放屁？有，我听到。是谁放屁？出来面对，臭死了！什么东西？有人放屁？蜘蛛啊，感觉是我了。蜘蛛，你真的很造孽，什么事情都怪在你头上。没办法，因为他是冷梅。哎、欸，冷梅，你的这个快递要多大、啊？什么坏掉要多大？我说你这块地要多大？哇塞啊！你要看啊，你要拿来做什么？要不然我觉得你家太小了。橡胶。要来养冷梅。冷梅要去研究工业了。没有，冷梅要来养冷梅。养冷梅，冷梅这些到底够不够大、啊？你要想看看啊。种香蕉树啊。你这一区要种香蕉树啊？对啊，香蕉。那不够大，要再大一点。来来，继续，帮他铺，帮他铺。我木头颜色不一样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按什么合成表啊？按看你设定哪一个键。找来，把它延伸到这一棵树好了。用那个什么，楼下那个啊，楼下那个什么，杉木。对，杉木。我树木飞了。我肚子好饿啊！啊！爽！就这样死在自己的床旁边。有没有食物啊？我想要食物。有，我有。多少？一组苹果加四个烤猪肉。好，我要你的苹果的一半的苹果。我要一半又一半的苹果。对对。不，所以是64的一半。苹果一半的苹果。对，一半再一半。哎、欸，蜘蛛吃什么剑？到三楼的。我也盖了一栋那个自己的。我要住在这里，然后一生吗？一生一世，然后住在那里。所以你在、啊、这也太高了吧！我在云上面。设定细节按错了。为什么不能开启合成表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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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看一下，你是按 G， 我是设定 K 啊，我是按 K 就会有。哦，按 G 哦，原来是按 G， 我按 K。我是设定在 K， 我不知道你按键设定在哪里。G 啊。对，那就按 G 啊。你的头很大。原来怪色啊！啊，就是蜘蛛，我看得到你 ，My gay， 你这 gay 爬上去我也看得到。植物吗？哎、欸、哎，欸、蜘蛛 ，My gay， 我看得到你，蜘蛛。内裤，没有食物吗？都有食物。哎、欸，按错。你要几个？我在上面。不要射我，空空不要射我。谁在用电梯啊？我卡我啦，全部卡住。是我丢 K 的。我在。你这样直接射下去还蛮痛的吗？
Can there?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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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. 你在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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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我不要聊英文呐、啊。你都说中文呐、啊？我的菜野球在哪里啊？在你们的上面，往上看。怎么听到干你？什么？What？哎，冷梅，这边这边好了哦，这边。哦，谁上电梯？哪里哪里？你眼睛是？你的眼睛一定有严重的障碍。他有语言障碍。I can you rock wall in fall？不是一颗星，也是我。哎，看来哭是我，好险。Hola, what do you want to play, Pimo？ 知道你吗？我挖爆了没的这个人。谁？你觉得还会有谁？哦，我知道。谁？那个不讲话的啊！你再不讲话，就把你变掉。我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哎、欸，藤蔓，藤蔓，耶！藤蔓救了我，好险，好险！藤蔓救我。啊！你可以去当泰山了。哦呦呦呦！其实有人就是有人没办法当泰山，不要一直射我，我要。你要跳水，你要跳泰山，要好好好好好。我们是僵尸射，僵尸双杀。我不知道，反正不要下去，下面很恐怖。嗯，我上不去哎、欸。这边有个特殊的点啊，你直接跳这个藤蔓上来啊。那藤蔓把旁边藤蔓打掉。好，跳这个藤蔓上来。巴拉巴拉巴拉，下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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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暗术者就没用吗？你有暗术者用吗？你杀龙杀多了，你会发现这藤蔓已经习惯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有人在射我哟，呵呵呵呵，白痴，呵呵，其实我只是扩大房间而已啊，我要直接盖房子，也没有盖工业。OK， 我到他家，食物，啊赞，从高处跌落。我要看一下我要干什么，一二好了，不要了，一三好了，不要了，一四好了，不要了。对齁，其实我们可以装一一三诶。我们可以装一一五吗？没有没有没有那东西。一六、啊。冷梅地用好了哦。暗物质到底跑是哪来的、啊？暗物质、你怎么会有？是个很坑的东西。屁啊！哇，延伸好高哦！小白，嗯，谁放屁呀、啊？又来了，是谁放屁？赶快承认！你怎么跑到我家去了？这里直接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、欸。我也被打了。这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我那个叫做你欠杀，我杀了你。那个晨晨是螳螂，然后那个小白是蝉，然后我是黄雀。为什么感觉把你讲自己很伟大？你是猪吧？因为你被我砍下去啊！你是猪吧？这是食物链，你要相信这个法则。你是猪吧？我可以把这样子的那个排列整个打乱吗？可以啊，欢迎欢迎，打乱他。那我就会永远一直打爆你。不要去动他的箱子，这样子吗？好啦啊，刘爷，你别刷牙，我有刷，好不好？我有刷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机器里面要放满线圈，然后跟这一台，它的运作方法就是把铁锭放里面，把压缩空气单元放这边，之后就会做出精炼铁锭。怎么做呢？把空的这个单元塞进这个，哎、欸、不对，这个哎、欸、不对。哎、欸，这个那个，哎、欸，这个也不对，这个那个，对，这个叫压缩机，把它放进压缩机，它就把空气压缩到里面，就会制造出空气单元，然后就是放在这里，对，会控制空气泡，就这么简单呀。Yeah. Yeah. 那为了增快我们的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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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巴拉巴拉，我们直接用平超元件。什么是平超元件？超平吧，建超平原。为什么好像名字越讲越奇怪？冷媒断线了、哦。死亡，我看一下、哦。那我们这次要来做，我们做到那个
我上次本来是要做什么，就忘记了。做箱子，采矿机。啊，做一一二的那个东西啦，对不对？好像是欸，做那个可以复制很多 diamond 的那个是、喔、是那个东西哦、喔，就是物体升降什么机，大公鸡、肯德基，那就是要做进阶电炉，我记得要做到进阶机械外壳。但是谁放屁又来了哦？又放屁？是谁？一直这一集大家就是在抓谁放屁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晨晨，我抓到你啊！晨晨放屁哦。那一场我要盖一个小房子、哦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开始介绍一一二喽。那我们这集就开始结束这一集的实况哦。一一二喽。